终于有一点圣诞装饰。现在真的不能再吃 cheesecake， 我还是吃布丁就好。大的剩一个，我吃一个中的好了。这个真是一个不错的景哎，刚好可以看一下我的香蕉布丁，在这边开会不会很？然后有点哦，我觉得要先盖起来才行。意外进来一间娃娃店，人爆炸多。这个看起来怎么像英国的？还是这个牌子是英国的？哎 ，FAO 怎么跟那个啊？应该不是，这个是像铅笔盒的东西耶，好可爱哦。18块。然后这个是笔记本嘞，好好摸、哦，有够可爱的。这个20块，跟哈利波特的一样。然后这个超大支的铅笔，这个玩具店好酷哦，14块。我喜欢这个、哦，超可爱，这瓶子。这个是洗手乳，30ml，8块。然后这个钥匙13块。哇，好重！有 NYC 的，也是13块。然后这个大大的行李吊牌吧，12块。这里也有可爱的小吊饰，我觉得这只手好可爱哦。这个是12块。这边还有第一次看到这只狗狗哎，粉红色的。我现在看起来镜头好像不够粉，但它再稍微粉一点点，还是淡粉色。哦，这边有原色的。这个。钱13块，哦，怎么比较贵了一块？这个到底是不是英国的品牌啊？看起来好英国、哦。这个45块，然后刚刚的熊熊应该一样价钱。还有帽子哎，毛帽，马克杯，我特别喜欢 New York City 耶。14块啊，杯子不能再带了，好大哦，太多杯子了。哦，这边还有英文字母的吊饰哎，我肯定是 A 的、啊，哎 A 呢？为什么没有 A？ 什么情况？嗯？为什么？
那 W 也可以啦，毕竟姓氏。我这看不出来 FAO 啊，要知道的人才看得出来，一般人看不出来。哦，这个是那个哎、欸，他会自己收起来的那种东东，就是手环吧。小时候玩过的，好久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哦，有够怀念哎、欸。刚刚的吊饰也有粗细铁 ，FAO 的牌子，还有熊熊，还有 New York City。哦，这间玩具店怎么连圣诞树都这么可爱？好特别。这家玩具店真的很厉害，好大只哦，45块。哎，我怎么觉得刚刚好像看过，超大只的。看到我朋友喜欢的小鹿斑比，应该是没错吧？应该没有其他的鹿了吧？但这个长得有点不像，刚刚那个才像。这间玩具店真的气氛超好的，店员也好欢乐，刚才在楼下一起唱歌。这间店真的好疯狂，这小孩肯定超爱的、啊、果然是不能带小孩来这里，不然小孩应该会哭着要买。哦，这里真的是个不错的场景耶。在时代广场的星巴克药水，店员这次没有给冰块，很赞，因为我不需要冰块，冷死了，谁要喝冰的。我刚刚本来想要再去昨天那间羊驼的那一间店买很多人点的抹茶草莓草莓抹茶，结果他居然没开， Google Map 也没有， Google Map 写说有开的。好吧，看到一个很大的月亮。
栋建筑也太漂亮了吧，真的晚上才看得出来。这个市集居然还有旋转木马，太可爱了。这个市集旁边还有滑冰场。看来这个就是每个公园都会有的雕像了。Rise up and we follow the path that we believe in. No, we're not gonna stop until we reach it. All you need to know is